全屋都是做埋啲电制嘅家私家电，俾到大家好靓好靓呢个单位。我唔知道用咩热词嚟形容佢，我哋等阵会睇下，咁睇下中唔中呢个单位啦。咁同时呢个单位业主咧，佢系一个急售情况啦，佢系送过车位俾大家啦，100,000蚊车位系送俾大家嘅。第一间房，因为入门呢度咧有个厕所有个房啊嘛，咁呢间房咧1.5米嘅床啦，不过佢冇做一个衣柜嘅。咁後期要自己做吧。如果我哋衫褲唔係幾多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呢個簡單嘅一個晾衫褲嘅一個簡易嘅衣櫃係都可以用翻嘅。業主都係做咗一個風窗嘅，呢個風窗大家計下要幾多少錢？喺第六做咁大嘅風窗嘅話，都係差唔多20,000蚊咯，敷埋全部窗嘅。啊，睇下用咩質素，1.5到2.5蚊全部風窗，哇，好舒服啊呢度。全街过巷，就如划过浪潮。听天说地，仍然成我心跳。关于你，冥想不了，可免都免掉。情和欲，留待下个化身燃烧。原来过得很快乐。只我一人未发光，如能忘掉渴望，虽长衣上薄，无论于什么角落，不假设你或会在旁，我也可畅游异国，放心吃喝。原来我非不快乐，只我一人未发过。如能忘掉渴望，虽月长衣上薄，无论于什么角落，不假设你或会在旁，我也可畅游异国，再找寄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系嘉 Lily， 咁我哋又见面啦。而家所在位置咧系惠东嘅阿婆角度假区，咁所在呢度系五期啦，维港湾嘅，咁。今日天气都比较靓啲嘅，可以睇下成个海景好舒服。今日咧俾我大家睇呢个单位，我相信观众朋友睇咗之后好心动、好心喐。点解咧？呢个单位系可以望到前排嘅一线海景啦，同埋可以望山景，好开扬，真系好舒服呢个单位。佢系130个方嘅南北对流，同时咧可以做个大横厅设计。佢嘅家私唔系简单单嘅家私，佢做到一个系有啲系智能嘅啦，同埋咧佢嘅梳发好靓好舒服。头先我哋试过啊，真系正嘅，全屋都系做埋啲电制嘅家私家电，俾到大家好靓好靓呢个单位。我唔知道用咩热词嚟形容佢，我哋等阵会睇下，咁睇下中唔中呢个单位啦。咁同时咧呢个单位业主咧佢系一个急售情况啦，佢系送过车位俾大家啦，100,000蚊车位系送俾大家嘅。价钱又低于市场价20万左右，哇，性价比系好高噶啦。OK， 咁而家惯例系介绍下我俾人呢边嘅交通，可以睇到啲白色嘅车就系坚桥巴士啦。喺深圳莲塘罗湖关口可以坐坚桥巴士，翻到我哋嘅屋苑楼下就喺呢度落车，都系喺呢度上车嘅。可以 Apps 嗰度、微信都可以睇到嘅一个时间，我哋提前少少喺呢度等车就 OK 啦。咁入住之后咧，我哋系咪送个车位俾大家？我哋可以自己买部车啦，或者咧。买部高尔夫车泊在我们自己属于自己的车位，香港的车位都是几十万成100万一个，是不是都特别贵的，我们这里送给大家、哦、OK， 那住在这里配套方不方便呢、啊、再给个镜头给大家、啊、这里是我们五期的一个大门口啦，咁两边都系有超市，落楼就可以买嘢食嘢啦，同埋咧可以买餸咧系方便嘅，因为楼下都有便利店啊，同埋我哋睇到嘅茶餐厅啊，楼下嘅汤粉店食肆系有嘅，呢两边咧都系有海鲜一条街，呢一排都系唔使担心冇嘢食。如果想更加多啲嘅选择，可以揸车去到深旗啦，就系5分钟左右嘅车程就可以到深旗嘅爱琴海商业街啦。咁如果中意嗰边配套方便啲，可以买嗰边平平地30几万、40几万都系有，不过嗰边嘅楼咧就旧啲啦。咁因为五旗咧就系近几年先开发嘅，佢嘅全屋智能咧都系比较时尚，颜色都比较好睇啲嘅。OK， 咁唔啰嗦啦，而家跟住我镜头去睇下呢个单位究竟有几深入啦。咁而家同阿姨姐到咗个单位啦，
呢邊咧係兩部 lift， 總共係六火嘅。咁而家所在呢個 lift 間咧係好光猛嘅。嗱，望出去景，哇，都好舒服喎、啊，好似一畫嘅感覺，哇，好大風。因為呢度係靠近山景嘅，係好通透嘅。OK， 咁今日帶俾大家呢個單位咧係130個方嘅獨門獨户嘅靚單位，同埋咧係個宏廳設計嘅。入嚟睇下，業主係佈置得好温馨嘅，可以睇到呢道門啦，都係貼咗呢啲紅紙啦，係咪？同埋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當時交標啦，業主係換咗一個密碼卡鎖嘅，呢、這個鎖咧就係千幾蚊，佢換咗好靚嘅啦。嗱、這、呢個指紋呢、這個紙咧仲未搣開喎，哇，全新嘅喎。OK， 咁同埋呢邊呢排咧，佢都係利用翻呢度嘅凹位位置做一個鞋櫃嘅。咁呢個鞋櫃佢都係電製喎，係唔可以移動嘅。佢顏色都係比較時尚，比較好睇啲咯。嗱咧，我覺得佢質素都 OK 喎，千幾蚊兩千蚊做呢排鞋櫃啦。咁佢都設計得比較現代化啲啦。咁呢度咧係可以坐喺呢度換鞋嘅，係比較方便嘅。同埋呢鞋櫃下邊都係有凹位，嗱我哋拖鞋可以放喺下邊啦，出門就方便啲嘅。OK， 咁最後睇下，我哋廣人朋友而家睇到呢個鏡頭係咪好舒服呢？超大嘅一個宏廳，同埋咧啲家私啊，都係好堪用嘅，質素都好好嘅，買翻嚟都係差唔多有一個3萬左右價錢先可以買到全屋呢啲家私啊，全部都係大牌子牌質嘅一個家私咯。OK， 咁入門嘅左手邊咧，佢係廚房啦。而家我右手邊係個廁所位置，咁可以睇到呢邊廁所咧，佢係做咗一個三段式一個乾濕分離。呢度有个飘台啦，嗱，飘台差唔多两个方寸赠送嘅，同埋系厕所系有一个棉厕啦，棉窗啦，我哋系依时可以入嚟睇下。嗱，镜头俾大家睇下呢个花洒要千几蚊，因为我哋啱啱买咗一个，咁呢度可以即系可以揿好多嘢，一个开间唔同嘅喷水嘅现象啦，咁呢个都好好用嘅，咁佢都系援助嘅，咁我哋嘅业主佢系。對生活的要求是比較高一點的，這個套門都是沒問題的，全新的，看這個垃圾桶都很有趣，是坐姿，還有這些全部都是換了的姿，毛巾架都是換了的，全部都是不是當時的膠標來的，質素比較漂亮一點。那這個洗手台呢，都是當時的，這個是當時的膠標，佈置都是比較溫馨一點的，嗯，OK，那再進來看看我們這邊的第一間房，因為入門呢度咧有個廁所有個房啊嘛，咁呢間房咧1.5米嘅牀啦，不過佢冇做一個衣櫃嘅，咁後期要自己做吧。如果我哋衫褲唔係幾多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呢個簡單嘅一個晾衫會一個簡易嘅衣櫃係都可以用翻嘅。OK， 冷氣都係裝埋啦，燈都換嘅。哇，呢度景唔錯喎，前邊咧可以望到海景，呢套咧。花園係即係我哋可以望到遠處嘅山景啊，好開揚，同我哋頭先咧lift間入嚟嘅一景係一樣嘅，哇！似一幅畫嘅感覺，好舒服。OK， 咁入門嘅我哋嘅呢邊嘅左手邊咧，我而家左手邊就係廚房位置，廚房咧係 U 型設計嘅。嗱，入呢度咧有個呢度可以放澱粉煲啦，呢、這個位置抽氧機、煮食台，哇！呢、這個煮食台都靚嘅，嗱，俾個鏡頭俾大家，完全係唔使換嘅啦。是比較方便，嗱，好重啦，因為我哋炒中意煮嘢嘅都知道，咁我哋嘅炒餸嘅時候，啲鍋咧就唔會喎，會移位咯，係比較靚嘅，萬家樂牌子嘅一個煮食台，咁燒到貴佢都係有噶啦，都唔使買噶啦。咁呢個鮮盤咧，佢都係換咗嘅，因為當時嘅膠標唔係咁嘅鮮盤啦，係細細地嘅，咁呢個質素都靚嘅，差唔多係1500蚊就可以買到呢個嘅啦，係比較靚啲嘅。咁呢度咧冇咩景觀啦，不過咧個通風效果係 OK 嘅，同埋熱水器全部都係換翻啦，燃氣錶佢都安裝埋嘅啦，嚇。咁同埋呢個雪櫃咧都係送俾大家嘅，每啲牌子嘅雪櫃嗱俾大家睇，哇好多水喺呢度嗱，因為業主咧佢時不時會翻嚟住嘅，所以咧佢好多嘢都係有嘅啦。OK， 咁行出嚟啦，嗱，煮饭之后咧，到出嚟呢度就系个餐厅位。佢呢个餐厅我睇下，研究下先，系咪智能噶？8人位个大餐台，好似系喎。哇，佢系咁嘅，佢即系我哋现即系好似似出去食饭嗰种大转盘噶咯。大转盘系就可以方便咯，夹脆咯，系咪？OK，
咁呢度咧有不装灯嘅，都系皮质嘅，我同我今日衫差唔多颜色。系你话呢个靓，起码都10000多嘅呢个餐台啦。仲有呢度，呢度系咩咧？阿 Easy 呢个系咩？空调啊？空调啊，系佢因为咧佢而家未用，所以咧佢包起嚟就唔会要灰尘咯。啊，呢个空调都系送俾大家嘅，唔使买噶啦。咁呢度咧佢系个飘体位，差唔多系3个方啦。啊，望出去可以望到少少嘅海景。咁而呢个飘体位置咧，我哋都可以利用翻啦，可以做一个储物柜喺上边，上边放啲豆浆机啊，或者我哋储物空间够嘅，咁就系咁放装店啦，坐喺呢度啦，享受人生都 OK 嘅。呢度又同埋你头上嗰盏灯咧，带遥控嘅喎。哦，系呢个灯，哇，俾大家睇下，哇，好正啊！好多只款啊，都系智能嘅。哇，呢度仲有一个，佢系挂咗一个钟嘅，系。哇，真系好间屋，好多嘢都布置得好好靓啊！餐厅同埋客厅嘅灯都系一样嘅，主要系咩咧？我觉得呢个梳化好舒服。头先一直坐喺呢度，唔想起身啊，即系好腍啊，系好舒服嘅。咁呢度坐出去做咩？哇，望出去几靓，系望到一线海景嘅，系好舒服呢、這个。咁而主要系做咗风窗，等阵会带大家睇下阳台嘅。咁呢个电视咧系85寸嘅大电视，小米牌子嘅，全部睇到嘅。睇到嘅所见即所得，全部都系送俾大家嘅。上边呢啲柜都系有噶啦，哇正啊！我自己都好想要呢个单位。当年咧2018年我买一层楼150万都系无批嘅，而家唔到100万就可以攞到咁靓嘅单位，真系性价比好高啊！嗱，业主都系做咗一个风窗嘅，呢、这个风窗大家计下要几多钱？喺第六做咁大嘅风窗嘅话，都系差唔多20000蚊咯，敷埋全部窗嘅。啊！睇下用咩質素，1.5到2.5元，全部封窗，哇，好舒服啊！呢度好，即系喺香港咧，系千尺嘅豪宅的標準啊，正啊！左手邊可以望山景，我哋前面可以望海景，遠處又可以望到山景喎。主要系咩？呢度系比較開揚啲，未來咧你唔使擔心下邊會話佢起高樓啊，會遮住啊，唔會嘅，因為咧前邊係一個碧桂園6期嘅一個商業啦。嗱呢度放大俾大家睇，呢度係30000平方嘅商業，唔會起樓噶啦。前邊係別墅，再過去係跨海大橋嘅。咁呢邊係山景啦，你都知道而家咧而家房地產嘅現狀咧，未來10年、20年可能就唔會起樓噶啦。即系唔使擔心嘅，買咗呢層樓，而家係咩，以後就係咩噶啦。咁前面係商業啦，晚上 bling bling 都幾好睇嘅。OK， 而家睇我哋陽台，阿 Easy 而家呢個陽台睇有幾大啊？差唔多7米左右咯。7米，長度7米，佢夠闊喎。係因為我後邊係仲有一個業主做咗一個洗手池嘅，俾個鏡頭俾大家睇睇。我哋調轉下方向，你可以嗰邊嗱，俾大家睇下。咁我呢度佢系做咗咁长咁大嘅一个洗手台，同埋呢度系有一个大眼嘅洗衣机，全部都系做翻噶啦。哇，真系设计得好好啱啊！每个地方业主都利用都好好嘅。我哋喺呢度洗手就方便啦，系咪？坐喺呢度呢张凳，哇，都好唔错喎！坐喺呢度望下山景，望下海景。嗱，呢个咧可能就系业主两公婆喺呢度饮茶噶啦。好识享受啊！呢度放个茶几系咪？我可以喺呢度打羽毛球啊，咁长打高尔夫啦，系咪？系你练下嗰个推杆啊！仲有上边呢个系智能嘅一个电动嘅晾衣架，晾衣架啦，系唔使担心嘅，方便。OK， 系咪好期待入嚟睇下房间添？咁呢边咧，佢打开窗嚟咧系属于南北对流嘅，又系个横厅啦，又系个南北对流嘅设计。咁业主都好识享受，中意打麻雀。如果我哋观众朋友咧中意打麻雀，嗱、这个真系正啊！系咁呢度咧望出去都系望到一幅画嘅感觉啊！嗱，俾个镜头俾大家，嗱望出去景真系靓嘅，又系玉绿油油一片嘅山景啦吓，好舒服嘅，哇正！呢个单位真系背靠山望海嘅呢个单位。房间里面都是有冷气，同埋啲灯啊、窗帘全部安装好嘅。哦，原来系咁。如果我哋想私密性好啲嘅啦，呢度窗帘佢都装埋，佢拉起嚟啦，系咪？都系比较好啲嘅。OK， 最后睇下我哋第3间房，差唔多 size 啦。
呢间房佢现代啲，同头先第一间差唔多，105个床，简易嘅衣柜同埋梳妆台。嗱，上边单全部都换晒噶啦，冷气都系装埋嘅，都系望住后边嘅一个山景啦。OK， 期待嘅主人房嚟啦，主人房嚟啦！哇，呢排衣柜系咪我哋女人仔嘅挚爱人啊？梳妆台都好正嘅，一排成个厅咁嘅 feel。系系，1米8嘅大床。呢度咧，佢系通住阳台嘅，我可以行出去嘅。打开嚟，嗱，系咪？早上起身咧，我哋唔使去客厅，从呢度出去就可以享受一下山景啦。头先咧忘记出咗我哋嘅一个朝向，系朝东南方向嘅，哇，最靓仔嘅朝向啦，好舒服啦，OK。咁我哋而家睇下我里面嘅一个厕所。咁呢边厕所咧，佢系做咗一个都系干湿分离三段式嘅里面嘅淋浴间啦。嗱，佢花洒都系换咗嘅，同第一个厕所系一模一样嘅。坐厕啦、洗手台啦，全部都系方便嘅啦，都系用都可以用嘅。咁都系干干净净嘅啦，系。上边系咪换咗？冇换啊，系，都系当时嘅高标嚟嘅。OK。咁而家成個單位睇完啦，係咪好心動呢？130方，一個超大嘅橫廳，同埋咧傢俬全部都有，唔係簡單嘅，係靚嘅，即係佢係一個質素好好嘅。嗱，呢個梳發皮質，現場嚟睇嚟感受一下舒唔舒服？如果靚嘅，即刻6点都冇問題，我哋同業主傾。OK， 咁呢個單位咧，佢因為不滿2年，都係有啲少少嘅增值税啦。差唔多系3.5万左右，到时要睇下系几多嘅增值税嘅。咁而家业主嘅售价佢系比较平啲嘅，即系呢个单位系比市场价平咗10几万，因为好多单位都系130方嘅，都要卖到110万到120万嘅价位嘅。同埋呢个单位业主系仲送一个价值10万蚊嘅车位俾到大家，因为咧喺维港湾有车位系方便嘅，因为我哋要揸车上嚟啊嘛，咁所以你买呢个大单位，梗系有部车会方便啲嘅。咁究竟业主系售价几钱咧？呢个单位96万就可以有交易啦，系咪听到呢个价钱好心喐咧？全部家私同埋定制加起嚟，起码都要20万。20万是送给大家，仲送个车位喎。OK， 咁如果中意呢个单位，可以通过上边2个二维码添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 联系 Lily 啦，或者下边有链接可以调转到 WhatsApp 联系 Lily， 攞呢个单位最详细嘅资料。咁如果系啱嘅，要第一时间过嚟现场感受一下。我哋咧128个方、130方都有2到3个单位可以对俾大家。看下整下一个对比嘅 ，OK。咁如果我哋中意呢单位，记得打电话俾 Lily 喎。我哋喺深圳光口或者喺惠阳都可以车接车送俾到大家过嚟睇下楼嘅 ，OK。咁呢集视频已经差唔多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